好，在这段大家假期间，我又玩了手动快射器。它是这样子的，这次是有音乐长短长短表演的，偶尔会有一些比较特别长的枝干下来做事情，然后就在你眼睛下，你张开眼睛的时候还是这样子的。听到了，我是一名美睫设计师，我擅长用加尖美睫这个手艺去调整不同的眼型问题，例如大小眼，然后还有眯眼，然后眼睛偏圆的或者偏短型，还有偏长型，都可以靠美睫加尖这份手艺去调整它的眼型的外形。我自己是跑设计型路线的，我比较喜欢在创新跟设计这一方面，所以我会有好一些款式是自己的 idea， 自己的设计款美睫，然后下次我会做一个就是样本的版出来，然后到时候再展示公布给大家看。如果有兴趣想要加接的朋友也可以联系我哦，私在下方。谢谢你的收看，这段 MCO 的期间大家都不要到处乱跑，待在家，然后 stay home save yourself， 祝福大家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忘了说我是专注都挺多 service 上门交接美睫服务的，为了配合这个疫情的特殊状况下，接下来我会